对对。加油！加油！每人一条。We even pick a bra and even a men's brief. Yeah, all sorts of stuff, you know.因为这个垃圾桶已经满了，所以他们丢在上面，风一吹全部掉下来。许多游客对新加坡的印象就是很干净，很干净，非常干净，非常干净呢、啊。新加坡非常的干净整洁。新加坡被誉为世界上最干净的国家之一。去年，新加坡管理大学发布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新加坡公共卫生的满意度高达92%。可是与之相反的，五月初，国家环境局在垃圾热点展开突击行动，一个周末就开出了125份罚单。新加坡真的干净吗？新加坡的整洁形象主要是依靠高素质的国民行为，还是辛勤劳动的清洁工人 ？If you compare it to India, pristine clean, but I think many times you see, you know, places near bus stops and stuff, people just leave their, you know, glasses and disposable bottles. So I think it's also the people who clean up after them help to keep Singapore clean. Of course, the rules and regulations of the country drive it, and then you have this civic sense. 如果拿20年前来讲啊，就干净了，现在会比较不干净。以前因为也许没有这么多其他的国家的人来。不会随地乱扔，是现在有一些、啊，反正人家都丢了，也许新加坡人也一起丢，也不一定，很难讲。清洁工他们也是非常的劳累，你看一个清洁工要扫这么大的地方，但是如果我们人民能够自动一点，能够爱护环境，他们清洁工就不会这么辛苦。很多人乱丢垃圾，瓶子啊、酒瓶啊，每天。都是丢到一大堆的，我 iPad 捡了很多次啊，啊，钱包也捡啊，有人打回来我就还给他，没有人拿我就要去警察局。我就是奇怪他们每天都是这样丢丢丢，为什么他们不丢钱呢？为什么他们不丢钱呢？我是顾春和。今年66岁，我清洁工作现在有10年了。我从早上7点做到晚上6点或者7点，我的范围是差不多走来这里有2英里哦。从那个欧弟那边开始做到这里，整个范围有时候不够人手，我也会去其他的地方帮忙。垃圾桶50个，你最少。要用2个多小时去换呢、啊，因为路途远啊。平常大日子啊，垃圾很多，1个小时多就满了。有时候赚3000、4000都是这样做，要换到晚上7点、8点，工作才能做完。太多垃圾，一天200多包了，要260包了，我一个人做嘞，每天一直扫，一直扫，一直做了，把它扫干净就对了，扫到整条街哈、啊。没有看到啊，垃圾就对了。公共清洁是一个很人力啊 intensive 的一个工作。牛车水，你看这地带他们是比较多旅客，在这区我们会放比较高的清洁的 frequency 啦。其他的区域可能是一整个星期可能有3天了，可是这边我们都是每天都会有人在的。我们都有一个 guideline 说，我们的这些承包商确保清洁那些全部的公共社区人行道、步道、行人天桥，我们的政府人员会去审查他们的清洁程度到底有没有到了我们的标准。最困难的地方就是去挖龙沟啊，下面生很多草啊，又下雨啊，水沟里面啊，那个树叶啊。全部要清理的，啊，人要下去清理的，做到满身是黑黑的，真的是很辛苦。为了提高工作效率，清洁和垃圾管理公司 CTM 每天也会定时安排清扫车清洁马路，工作人员也按时使用机器清理排水沟。我们现在在探讨 using 人工 AI 啊，用那个摄像镜头去看，你这个 capture 到啊 back end 的这些。
资料都会再给我们的承包商，他们懂哦，这有垃圾，他们就会派人快点去扫。如果他们可以做的话，他们的区域就可以cover 的比较大一点。市中心会很干净，但是说实话，比如我冲浪的那边啊，就蛮多垃圾，说实话。Thank you for coming here today. It's Thursday afternoon. We'll be doing a short cleanup today. We are going to count those few items. All right. Glass, footwear, metal, okay, plastic containers, straws, e-waste, and cigarette related items. 我们通常每个星期都会有一个净滩运动。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两个人、三个人，到现在为止已经有大概15到20个人的一团志愿工作者。我们通常会选在低潮的时候，要不就是早上8点到11点，3个小时，还是下午2点到5点。比如说这一部分 Coney Island Bungo 这边，它的那些比较大型的垃圾比较多。我们通常都会清理大概200 kg到300 kg 左右。有一些海滩，比如说 East Coast 那边，都是比较小的物件的话，至少也可以大概有150 kg 左右。最常见的垃圾，我们有那些塑胶瓶跟这种塑胶餐具。啊，你看我刚才从里面就拿了一堆出来，这些宝丽龙一大片，很快它们就会被冲成这么一小块，所以这种会比较危险。对于海洋生物来说，低潮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很多那种塑胶袋，食物装的那些plastic wrappers 会很多。你可以看到我们在沙滩上也发现很多这一些被冲上来，这种吸管啊一大堆，尤其是在那些沼泽地带，还有很多是这一些餐具。更糟糕的是这一种小只的吸管，小小个的，会被那些鱼啊当成是食物来吃。我们在清理这个海滩的时候，会跟那些志愿工作者来说，希望尽量能够让他们传播一下这些意识，来保持我们国家的干净，然后这些海洋生物就可能少一些危险。这边，来，我再砍。1、2、3，耶！我们收了大概有550公斤左右。我们 SGBW， 对，我们是其中一份子。当然，很大部分要亏那些清洁工人。有大部分的新加坡人还是会有这种清洁意识的，他们会说把垃圾丢在垃圾桶里面。只是有少数部分人，我们需要再教育。我们还是有少部分的人还是会在随地丢垃圾。所以我们需要提高这些清洁效率，就是不单单靠我们的清洁工人，我们也是有我们的执法部门、教育部门，是我们的社区，大家一起共同监督全部的清洁环境，所以我们的清洁才可以做得比较顺利。要美化新加坡啊，整个城市啊，人家外国人来到新加坡，哇，你们新加坡真的是哇，很干净、很清洁。给人家一个好的印象，我们都要清理新加坡做得干干净净啊，这个是我们的责任嘛。